今天猴哥来看活了，你看就这个树倒了两只，不知道能不能用猴哥干的。猴哥来看看，再给报一下，这密集下降，离猴哥那52公里，多出的树，但是猴哥不知道能不能干成啊，这离刘家很远，看看就得回去了。看见这个树没有？倒了，因为都掉到那院去了。这个院猴哥基本干完了，就是那个院猴哥在那边给清理完事了，所以这些活就这样。这边这个那院呢，这两家砸坏这个饭子，好了，我是那边清下来，这给装车上。所以这个铁太厚了，推太沉，推不动了。哎，看猴哥这视频有意思吧？虽然不能教你什么，但是教你励志出国，知道吗？钱没有白来的，都得付出努力才有回报的。谁不愿意这天狗不理，喝点咖啡，吹吹牛，都得劲儿，还得干活，很累的。今儿上午干完了以后就回家，还有4个，还有9个，猴哥就完事了。好了，看猴哥就有这拉的，你看，这滑雪板，猴哥。看，这个东西装，这都是雪，因为你推不动，所以就搞这玩意拉。这猴哥自己想的办法，生活所迫就是这样。别以为出国都是天堂，看着猴哥干着活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些吧。好了，猴哥活也算给他干完了，干了一上午，我给工具收拾，院都收拾出来。这里也恼，早上来零下2度，结果这里断两个大枝子，我足足干了一上午。他给猴哥录的像，今天就我一个人来。好了，猴哥收收得回家了。又是一天，今儿是正月16，看这雪还没化，推不了车，太沉了。好了，猴哥还得看一份活的，没啥，咱今天看一份活，干一份活，今天就这点事儿，干完就回家了。出太阳了，你看，现在好像零上了。干完了，这堆畜牧都推出来了，把这装车上。完了，送垃圾场就完事了。我哥今天一天，这一大车垃圾，看，看这木多粗，您这粗树，看大松树，装车，在这装车上，又是一天。今天的活，猴哥算干完了，得回家。你看大大小小这些松木，没办法就扔这东西，给一个姐们吧，不知道要不要，不要猴哥就拉家去。看猴哥视频是不是有意思？天天就是干活，干活给你们长志气啊！人一定得干活呀、啊！世界上没有不努力到哪也是一样的，加拿大和中国都是一样，付出才有回报嘛。好嘞，猴哥得回家了，干完活了，猴哥来吃点饭。这不是挺好的，一共汉堡、可乐、薯条，一共是12.25块，一杯薯条，一个大汉堡，一个大汉堡。一个大可乐，够猴哥吃了。